迎大家收看 V 加地产新闻台。我是湾区博士沈永年。我是赵敏贤 Laura。我们看看今个礼拜新闻重点。首季新盘停顿，五大发展商次季直追。半年共售3903伙，顺治成为吸金王。据经济日报统计，顺治、新地、恒地、汇德丰地产、长实上半年合计售出3903个单位，吸金近406.53亿。合计售出伙数对比去年同期录得4270宗，减少9%。顺治卖楼同埋吸金双双清盘，系内16个新盘累积1810伙，售出单位数目较去年同期大增约1.2倍，套现金额约180.13亿，去年多69%。屬同期五大發展商中唯一售貨量和吸金量均錄得增幅。藥房逆市需求量大，租金下跌刺激擴充多區，持續超過兩年的疫情大大拉動香港市民對防疫、清潔用品甚至基本藥物的需求，同時亦帶動了藥房的生意。近期市場錄得多宗藥房租任個案，平均尺價介乎於61至276元。砵蘭街旺角240至244號旺角文化地下單邊鋪位新近獲藥房承租，面積約2860平方尺，月租約30萬，平均尺租約105元。上走租户為連鎖化妝品店。深水埗鋪位租升值咗4.3%。傳統民生區深水埗亦錄得藥房承租嘅個案。深水埗南昌街153至155號南昌大廈地下2號鋪，面積1200平方尺，月租73元，平均尺租係61元，租金較上手時裝店每月7萬元上升咗4.3%。活化工廈暫錄近70宗申請，涉1488萬尺樓面。政府於2018年重啟活化工廈政策，若以所涉及的重建樓面計算，該66宗申請將供應多達1487.6萬平方尺樓面供應，亦較半年統計所得的1167萬平方尺多出27%，相當於7棟 IFC 二期的規模。假設在10年內逐步落成，每年將會帶嚟150萬平方尺的樓面供應，而申請及獲批重建的工廈不少來自觀塘、葵涌、荃灣及長沙灣等工廈密集的舊工業區，而同期批出的工廈全棟改裝申請則只有6宗。上半年山頂南區644宗成交，下半年一手交投料增4倍。上半年該區共錄得40宗二手豪宅買賣，較去年上半年成交宗數下跌了52.4%，當中分層單位佔27宗，洋房佔12宗，屋地成交佔1宗。一手市場方面，預料山頂南區豪宅下半年樓價平穩，交投量可較上半年2宗升4倍。二手方面，估計下半年區內的樓價上下波幅約5%，二手交投量增加30%。此外，下半年中港兩地有機會會通關，將會釋放內地富豪的購買力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見，拜拜。